韩哥，我和杨迪要去参加直播培训了。行，那你们赶紧去吧，我来守店。店员不在家，韩哥能行吗？欢迎光临，想吃什么？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微笑服务。哎，小台一个还是小小个？一个鸡啊！哎呀，语言能力太强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给您轻轻的吹一吹，然后呢，轻轻的咬一口，当心汁儿爆出来。哎呀，好大哥，我去给您把那个树弄一下。你还会治理呗？我还不知道啊。那你不知道东西多哎。举手之劳。周五晚10点，台铃电动车云上的小店。